又变了。I'm sorry.
那个去年跟同期的比较的话，我们少了要270万。所以我讲话，我在呼吁我们建筑家，当你的节，当竞选前的话，是不能够违背我们就是落实它，因为你们在欠付，你们欠付给了我们经费。没有数据就268万多，比去年的同期少了将近270万。所以我们希望，其实来讲话，一直没有这个行销计划团队。像我们知道，我们选举候选人不是候选人自己就能够得到选票，他还是有一些小编团队。小编团队才会真正的能够他募到选票，也才能够募到他的竞选经费。始终一直来没有小编团队，就靠着我一字的这样写，我自己知道，像竞选站有一个那个运营的漏雨老师的地方，就完全自己单打独斗。我今天希望说大家听到这话，希望能够我们更多来教育团队，加入我们的行销策划的团队，我们需要能够尤其年轻人，我们看到我们这边跟韩国语我们对话，所有人都在进来，都是年轻的小兵，所以我希望说一下说我们这边刚出去的人。我这么接啊，社会工作，请你们来加入我们团队，因为我们这边要遇到足够经费，必须要有团队人才，就是什么困境。当然，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平平安安的，那我们会倡导。祈祷我们心灵平安。